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Baby， 要做什么呢？不要爱理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Baby。Baby，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？要来讲频道未来的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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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？要来讲频道未来的走向。我们的频道原本是以记录胖胖跟比比的生活为主，像是吃饲料啊、盖房子啊、吃水果蔬菜那些等等的一些知识。然后之后我们会尝试着带他们出去草原跑跑跳跳等等的活动，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暂时没办法做这些活动。好可怜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暂时只能待在家里面啦。我们之后频道的走向呢，会以胖胖比比还有胖爸比妈的生活为主，像是旅游啊、美食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活动，我们会在未来推出。所以呢，不再会只有胖胖跟比比咯，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探索下去。耶、yeah! ！比比，爸爸。再来就是我们的感性时间啦、啊，然后感谢大家这半年来的支持和鼓励，大家也都很踊跃在影片下面留言，就是真的很开心这样。如果有任何天竺鼠的问题，或是想要我们拍的类型影片，都可以在底下跟我们留言哦，我们筛选后会拍成影片啦，耶、yeah!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按赞加订阅，或是开启小铃铛追踪我们的最新资讯，然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Baby Diary， 我们下次见啦， See you。